丢宝看镜头，丢宝，丢宝看镜头。哎呀，丢丢现在好粘人，他直接你看站在我身上了，直接就这样站在我身上，他自己跳上来的，走了。因为王毅也让我这两天帮忙照顾一下小丢，所以我刚才一回来我就让我织个指甲，我一回来我就赶紧去给他喂了个饭，饿死了。等一下。OK， 吃好了。我也有点饿了，但是他先吃吧，我一会儿再吃。我们丢先吃。谢谢阿伟的权杖，谢谢谢谢阿伟。放歌。哎呀，丢真的是太粘人了，可能是一整天都没人陪了，所以他就非常的粘人。然后我刚才一回来给他喂完饭，他就直接一直在我身上打圈，在我身边转圈，然后跳到我身上来盯我的手，救命！我第一次见丢丢这样，第一次，谁懂？谁懂呀？你看他又来了。但是丢丢，我跟你讲，你这个人，你这个猫就是惯的。平时太那啥你了，你现在你想让我摸你是吧？哎，我就不摸，你自己蹭去吧。什么好丢人？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玫瑰花和巧克力，放歌。然后我这两天跟丢丢的相处一定会更久。丢，这几天我就是你妈了，你开心吗？开心死了吧！谢谢冰的奶茶，带妈。对，是这样的，就是看看他。谢谢 EMM 的玫瑰花，看看我们丢丢，丢丢，谢谢歪歪的奶茶，谢谢小萨的奶茶。我要给我屁股底下垫个垫。我觉得就让他住在339吧，因为第一个是他的厕所是那种自动厕所，非常的大，非常的重，我房间没有地方放。第二个是这个房间比较，就是他比较熟悉，我就是多来找他玩，陪他玩就行了。谢谢芒果的夜蝶，谢谢芒果。啊，今天公演结束了，我终于也算是放了国庆假了。我们下一场公演是10月10号，对吧？中间还有这么一场时间，哦，终于放假了。我今天在回来的路上，我左肩膀真的是痛得想死。因为我每次击掌的时候我都忘记了，就习惯性的老用左手击掌了。谢谢荧光棒。我妈说我这是肩周炎，她说我这个治不好，她是这么跟我讲的。
谢谢浅浅的奶茶。我不知道，哎呦，又开始痛。我贴不了膏药，因为我胶不过敏，就没有办法贴膏药。然后我妈说：“你这大概率就是肩周炎，你这根治不了的，你就平时多注意注意，不要太用这边就行了。”她就是这么跟我讲的。我妈说话真的很那个。没的办法。谢谢小木的巧克力，谢谢亮黄色口红水枪的夜蝶，谢谢。你今天在后台临时复习了一下那个面具，因为就是我们快开场的时候，就是我在房间给你们发消息的时候，老师刚告诉我让我替一下飞旋的位置，然后我在后台一整个紧张，然后又开始复习复习。还好还好，距离我上一次跳这个舞也没有过太久，就是还记得一些，复习一下就能想得起来了。我当时彩排的时候都有点忘动作。面具怎么了？啊，那个面具啊，我跟你说了，那个面具是随机的。然后今天那个郭爽的助演，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那个故事，就是讲的是那种前世今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 PV 里边拍的其实是就是在以前，古代欧洲中世纪。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欧洲中世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然后他告诉我是14几年，我说这妈呀，这也太早了吧。然后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其实中间那个故事线变过很多次，因为有的线拍不出来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大概故事意思就是那个郭爽做梦，然后一直梦见就是梦里有一个人，但是呢他记不清记不得也看不清，就是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熟悉。然后呢这前面讲的就是那个很糊很糊那个画面，就是很胶片那种感觉，拍的就是他其实在做梦的那个场景。然后他醒来之后就是依旧是像往常一样的这种梳妆打扮自己，然后但那个时候就是我是一个路过的骑士，就是单纯路过，然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路过，就是就敲了他的门。我给他比划这个，我当时看着我的笑，就是比划这个，也就是说我想要一本书，就是这样的，因为一本书你这儿有没有，就问他借，然后他就说啊有，然后他就去拿那本书了。结果他拿那本书的时候因为书太高他有点够不到，然后那个书就掉了，我就去捡他。然后我们抬头那一瞬间他好像有认出来，就是我好像有在梦里边累感觉好像有见过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就准备走了，然后他就把我拉住了，说就意思就是要不要留下来喝杯酒那种。然后呢我们就喝酒，然后呢还就跳了会儿舞，对，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时候故事开始复盘，阿星出现了。阿星呢他的角色是一个杀手，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潜伏在这个房间里边，就是你看就是后面有一个镜头是郭爽在购书的时候，阿星其实就是躲在那个帘子的后面，就他想杀他。谢谢三七的奶茶，但是他没有成功。然后呢他就在那个酒里边下饮料里边有下药，就是想把他杀了，但是呢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就趁着郭爽没看到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杯子一换，因为我要救他，然后
我就喝了那杯有毒的那个饮料。后来有别人，就是今天龙轩他看了以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那饮料倒了呢？我说有点道理啊，没关系。然后呢，我不想让他知道，就是有人要杀他这件事情，也不想让他知道我即将要挂了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就是像就是跳舞之后就休息了。然后休息的时候，就是休息的那段镜头，其实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就是他醒来之后，他就是摸，就这样突然发现我没有了气息，就是我已经在梦里挂掉了，就没有气息了。然后他就才就知道啊，原来就是我挂了那种。然后他就很伤心，然后就摸到了枕头底下的一把叉子，然后自尽。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谢谢柑橘的奶茶，谢谢反复横跳的事业粉的夜蝶。但是呢，当时拍的时候我实在是太笑场了，我真的，你们知道演一个尸体有多难吗？我的那个尸体，你们看我表面上就是这样，但其实我的手已经，我的指甲已经嵌入我的肉里了，我一直抠我自己。不要笑，不要笑，其实我已经笑过 N 次了。对，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时代，就两个人都挂了。你接着就是在舞台上的意思，你们应该能看懂，就是到现代，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人生一个轮回。然后我们就在未来，其实也算是现在了。然后我们是一个参观博物馆的状态，你们能看出来吗？就是这个场景它其实是一个博物馆。然后呢，我的设定，我是一个画家，所以我的那个装扮就很像画家。他呢，然后不是博物馆，不是博物馆，是展览馆，是展览馆。然后那个这里边展览的画，这里边展览的那些艺术品都是我的杰作，是我开的。谢谢娜娜的奶茶。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对哦，我为什么要拿着票进来？可能是为了让你们看懂，就是我们两个就他是从家里边，然后就是翻那个书，无意间发现那里边有一张门票，然后他就循着这个门票来看了这个展览。然后呢，我也就是在他看完准备去看另一个画架的时候，我就出来，我也看了这样，但是我们错过了。然后呢，他看了那个画架，某然一个回头，突然发现我这个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然后就过来敲，就是拍拍我。然后呢，我就一回头，哎呀，把他的书给碰掉了。碰掉之后，我们抬头那一瞬间，就是突然觉得彼此，哎，你好眼熟，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把那个书丢掉。说实话，当时这个书我们想了很久，到底怎么把这个书解决了。谢谢甘肃画阿托品的奶茶。然后我们就开始跳舞了，然后跳着跳着就好像有一种回到了有点回想起前世记忆的这种感觉了。后面就是讲这个故事，就是整体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谢谢兔兔子的奶茶，谢谢住在烤箱里的奶茶。然后其实这两天我也蛮累的，因为脑力劳动确实比体力劳动更令人费神。虽然但是我也要稍微自夸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舞基本上大部分就是自我编的，就是跳舞的部分，跳舞的那些部分。然后郭爽也是在中间又提了一些意见，然后就是反复润色了一下。所以我真的我已经脑力枯竭了。我就只编了我们从副歌开始到间奏那里那一段舞蹈那一块。谢谢甜酒蛋和卤肉饭的奶茶。谢谢 Psycho 的权杖，谢谢，谢谢你，不知道怪你叫爸，反正 Psycho 了。然后，
那个蛋糕，我早上选的时候选了半天，我实在不知道是做什么样式的比较好。最后去小红书上找了一个图，我觉得这个不错，挺可爱的，就照着那个图做了一下。谢谢三口的奶茶。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圆梦了，因为我以前就一直想做一个蛋糕嘞，就是我以前对烘焙不是特别感兴趣嘛，但是我房间里边的材料实在是过于有限了，所以我今天是去外面的店做的，然后相当于上了一堂烘焙课，就是那边的那个工作人员，谢谢一口煲仔饭奶茶，那边的工作人员就是会教我怎么做，给自己上了一个课，其实还是有很多收获的。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还有就有一段时间就对烘焙就很感兴趣。然后你知道我做了多长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吧。然后哎，我说什么？哦，你知道我们拍 PV 那天啊，因为这个 PV 是阿星拍的哦，而且是他剪辑的。怎么会有阿星这么 nice 的人？真是救了老命。然后那天就是阿星，直接充当了导演，打光、录音。后期技术指导集于一身，哎，张伟民找我接一下，哎，好奇怪哦，卡吗？现在还卡吗？怎么会这样？我发现不能连麦，友友们，我接了两次他的电话，你们听到我说话了吗？你们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接了两次他的电话，但是我一点，就是我的这个界面毫无反应，而且还卡。Oh my god, why?我不敢连麦了，我觉得今晚的口袋有点问题。哦，我不生气，我你们不会害怕的，我不生气。你们如果有方便的话，帮我跟他说一声，就是这个连麦一连就卡，我是接了的啊，我没有挂。我刚说到哪里了？谢谢灰度18%的夜蝶，谢谢你。哦，我说阿星，他真的，非常 nice， good。你知道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就是有些该怎么表达，张星就。阿星就在旁边，你们这样，哎，郭爽你就这样，你这样，你学我，你就这样，就是当那种演技技术指导，然后一个镜头多角度拍摄，张星真的好难，而且那个场地因为技术就是大小有限，所以要在那个视频里边体现出感觉这里很大的样子。然后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就老笑场嘛，然后阿星就别笑了，然后我们有跳舞什么的就怎么，说你们俩近一点行不行啊？你快点，你再再近一点，非常专业，就是说，
阿西下的药，说实话是皇帝的药。你们全当不知道，懂我意思吗？谢谢小 emo 的奶茶。皇帝的药，反正粉末很细，随便搓一搓，大家看不看得到也就那样了。聪明人才能看得到，眼神儿就是非常非常好使的人才能看得到。剧情说说，哎呀，你点进我的直播间点晚了，我刚才把这个刚复盘一遍，你可以补我的直播。看到了吧，都看到了吧，哎。就是算是一个，嗯，就是其实我们的整体的故事里边都是我们俩，嗯，还没有算到，就是基本上，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这个事情。什么真实直播间？怎么了？嗯，下次。我没想说啥，我只是想说我们在两个，就是哎，算是两个节目吧，两个节目里边的这种。互动啊，包括什么，嗯，就是讲述的故事那种关系，都还没有到一个时间很久的一种那种感觉，基本上都是刚相遇，然后刚就是差不多，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讲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那种。刚相认相识两三四个月的那种感觉。对啊，两世都是啊，上一世就是他刚找到我然后我就挂了，然后呢这一世就是我们刚相遇就只是跳了个舞，然后想起了前世的事情，就这样。所以基本上都是算刚相遇那种。跳了个舞，这一世没挂。然后那个书，就是舞台那个书，也就是因为我实在是怕大家看不懂我们想表达的这个剧情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联动了一下那个书。上一世为什么挂啊？我刚才说了，大家不就是刚点进我直播间的，就是可以补一下我的那个录播啊。总结就是上一世，就是阿欣是个杀手，他要杀郭爽，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就把他下的药换了。哎呦，怎么啦，丢丢？你第一次在我面前叫这么大声，不是为了跟我打架？你们听到了吗？丢，好大一声叫！哎呀，你不要吃我的创可贴，什么都吃你！哎呦，丢丢呀，寂寞死了，没事哦，姐姐陪你。他现在对我这个刚撕下来的创可贴很感兴趣，你不要随便吃东西。他不饿，我刚给他倒了好多粮呢，
而且他房间里还有，他好挑食，还有他的罐头肉被他搞到地上去了，然后就不吃了，搞到地上就不吃了。洁癖吗你？我的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在回来的车上突然觉得手有点痛，然后一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莫名裂了个口子，贴了一下，不过没流血，就是裂了。谢谢 YY 的奶茶。我根本不知道，就是在回来的车上突然觉得有一点手有点疼。哦，丢丢，今天晚上要不要陪你睡觉呢？哦，你咬我，那不陪你。谢谢小 emo 的玫瑰花。其实这个 PV 它有很，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清楚明白的话，它是有很多 bug 的。比如说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把那个酒倒掉，再比如说我为什么会突然路过那个房间，再比如说为什么他会知道他的枕头底下会有一把叉子呢？好顺手，公主的枕头底下永远都会藏着一把叉子，不能深究。那吃完螺蛳粉，导演让放的，因为导演是用那把叉子一开始准备拿叉子叉杀人的，结果没得逞。怎么啦？猫叫是怎么了呀？渴了，饿了，渴了。哦，是不是渴？它那个自动饮水机没动。我把那个插一下，咋了呀？你不要喝这个自动饮水机有点高级，咱们一直不打不会搞的状态。等会儿，哎，你们有没有觉得阿星这个杀手真的很杀手？我当时给他拍他的镜头的时候，我就是在拍他的时候充当了一下这个导演的这个身份，就是我拍他那个镜头的时候，阿星好吓人。对，特别像那种病娇杀手。真的。天黑了。而且他那天穿的那个衣服也很像杀手。一身红。哎呦，我说我今天想拍个抖音，算了，明天发吧。然后不是红嘛，人家是杀手。然后就是今天，其实我在那个后。也不是在后的，就是我在
我的性其实不是算是拼接起来的，就是前天写一点，昨天写一点，今天写一点，就这样接起来的。然后我今天在结尾的时候差点在后台给我自己都要写哭了，因为我一想到就是当时我特别特别难过那段时间，就感觉一下就回去了，你知道吗？我太难过了，我就知道不能提。那段时间真的很难搞，就是有很多不能说的原因，也不是这么讲。我真的是在房间自闭了，真的快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就是要开会，四个队一起开会。那是我那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出去见人，见那么多人，都有点不适应。然后我今天好像会儿写进去，我就又想到我当时，一下就瞬间把我拉回去，就带入了那个。其实有些事情就是。不管你多开心，只要你想到，只要你去细想，就那个情绪就会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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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受影响。然后今天就是听郭晓说他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也很感同身受。是的，不能停，不停。谢谢芒果的夜蝶，谢谢芒果。我没有吃那个蛋糕，我今天没吃过蛋糕，因为没时间。谢谢甘肃阿托品的玫瑰花。哎呀，我下午吃了剧场的那个炸酱面，好久没吃过了，好好吃。只不过我有点不太喜欢的就是，我感觉南方这边的面大部分都是那种细长细长面，就像重庆小面里边那种面那种一样。那种气压的细长细长的那种坨
坨一坨的面，我不是很喜欢。要是能换成那种手感的粗一点就好了，我喜欢吃粗面。要不就是吃那种那个像兰州拉面里边的那个二细一样。你们知道二细什么意思吗？我跟你们讲，你们以后如果去店里边吃那种兰州拉面，兰州牛肉拉面，你一进去你就跟他说啊，来份拉面要二细，然后他就会内行懂啊、哦、很懂啊，行家行家。因为在我又开始科普了，现在每天都很困的奶茶，因为我以前大学有一个好朋友是甘肃那边的，所以他是他教给我的啊。是这样，他们兰州那边呢，兰州呢他们那个拉面哦，分成什么毛细二细什么啊、哦、我目前只记得这两个名字，就是他们代表的是面的粗细程度不一样，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名字，只不过我只记得这两个，因为我最喜欢吃二细。然后呢，普通，假如说普通的面是这么粗的话，看这个洞啊，看到我这手里边，假如啊，其实没有这么粗，假如普通，你就是你什么都不说，你让他给你做一碗，大概是这么细的话，二细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细。然后毛细就是这么点儿。但是呢，对我来说，它原本自就是最正常的一个面粗细的程度啊，我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粗，因为兰州拉面它里边的调料其实不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如果它那个面细点的话会更入味儿，所以我每次都会要二细，就是没有很细，但是呢也挺细，然后而且很入味儿，所以我非常建议推荐大家以后去吃兰州拉面的时候给他说你要二细，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旧记着这个二细。当然他还有一个名称是把那个面再做粗的，就再粗一点，那个名称我忘了，因为我没吃过。我不太记得了，我也不敢跟你们乱科普那个名字那个名称。我本来今天还有什么事情要跟你们讲来着，不太记得了，我又不记得了，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我想了很多，我现在想着，我印象里边我还记得，我今天直播有好多话要讲，我觉得我今天直播我讲不完。大家都习惯了吧？我的记忆力真的衰退了很多，希望在座还没有达到我这个程度的友友们少熬夜，真的。哇，谢谢甜酒袋和卤肉饭的权杖，谢谢你，谢谢酒袋卤肉饭，真的少熬夜。我有时候是因为工作问题，有时候是因为生物钟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正常工作正常学习，真的别熬夜，少熬。让你们不熬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可能，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少熬啊、哦、因为我直播问题啊、你这个你我也是因为工作问题呀、我没办法呀，你看我饭都没吃。而且现在12:18，作为一个当代年轻人来说，12:18不算熬夜。
我看看我牙齿有没有流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隔一段时间我那个门牙就会突然出血。有时候王一见我，哎，你牙怎么了？我一看，哦，流血了在里面，因为我带着那个保持器，那个血就染了一整个保持器，我跟吃了血一样，吸血鬼刚喝完血那种感觉。怎么会是被保持器挤的呢？缺维生素吗？我不知道。真的，王毅有时候，哎，你牙怎么了？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一看我一下，咔，然后一嘴血。啊，也没那么多啊，也没那么多。缺维 C， 好，我知道了，我多吃点维 C， 我有维 C， 我只是总是不记起来吃。吃修丢啊，你修丢听到他的名字就过来了，修丢啊，来我吃吃你，看看你吃了会不会牙齿出血，修丢，会不会牙齿出血呀？会不会？你很惊讶吗？我可没有真的在舔你啊，舔了但没完全舔啊。我这个手在底下这样抓它呢。哎，你这个脖套怎么这么松？我的手都可以伸进来。这两天好好生活吧。丢，说实话你们可能听不到，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他现在在打呼，因为我感受到了他那个喉咙的震动，就那个喉咙现在正在震动，但他声音非常轻非常轻，我得把耳朵这样贴着我才能听到。哎呦，舒服死了。他不是喜欢我，他就是寂寞了，因为今天一天没人陪他了。眼睛都要眯起来了。寂寞修丢。快睡着了啊，是不是？还有人吗？有啊，他刚才就还想咬我。这个猫就是这样，一边又想让你摸它，啊，一边又要咬你。没办法，谁让我是眼狗，总是被它这张脸吸引。无限原谅他咬人。我一会儿就要去吃点东西，点个外卖。谢一口煲仔饭的玫瑰花，都是女孩子哦。没想好出什么，他这个是，哎，我真的不好意思把你吵醒。谢谢一只柯基的玫瑰花，因为我这个手你被这个脖圈挡住了，你们看不见，我这个手一直在就是抚摸他的脖子。谢谢 ZUS 的奶茶，
不是说猫最喜欢别人摸脖子，别人最喜欢人摸脖子，因为它自己够不到，它就会很舒服，是吧？啥伤口在肚子上，又不是开喉。哎呦，丢丢不会 emo。 丢丢很 emo 的，他 emo 的时候可忧郁。我发现丢真的是一个很有灵性的猫，就是他一切别的猫可能需要人猜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你想要什么怎么那种，我们丢不是，我们丢真的就是什么情绪都直接表现在脸上，开心的就是走吧走吧，然后生气就真的真的会皱眉头。干嘛呢？丢丢，站起来！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呢？哎呀，他脚上粘粑粑了。你不要再咬我了，你走开。我 emo 了，但是还好。但那个他那个粑粑，他是怎么做的？把粑粑浇的粘到自己脚背上的？没有。他粘到脚背上了。发人省心，就是这样。与丢生活的日常又爱又恨。人家就是脚上粘了一点点，你怎么，我是什么神医吗？能看出他的粑粑是正常的还是串稀的？你在开什么玩笑，这位朋友，这位友友，我可不是专业兽医，看一眼，就像古代啊，一摸就知道是喜脉，谁做得到？反正我做不到。有时候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些真的很奇怪，真的很神医。啥病都是一摸脉，啥都知道。一摸脉，啥病都能给你摸出来，真的很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想知道。哼，真的啥也能治，哎。你电视剧里面演的，好啦，我今天就是也快要准备下播了，虽然我说要早睡，但是我不会早睡，就是但是，说什么就是但是，要。
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其实还有事情，明天还有要安排的事情，我要悄咪咪的跟你们预告一下，我尽量在家过庆，我要更新一次 B 站，我尽量。所以明天我就不多说，到时候再跟你们说。我这个没有这个，反正也是一个。我之前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一个东西，好，不说了，点到为止。谢谢哈蒂斯的奶茶。你们随便猜啊，猜中放我赢。谢谢亮黄色恐龙水枪的奶茶。好啦，那我准备下播啦。哎，等一下，猜中算你。Oh my god， 我服了我自己。谢谢三点几的那个什么的奶茶，谢谢午后的奶茶。猜中算你们赢啊！拜拜，谢谢 Season， 晚安，各位早点睡。明天再见。